心力旺盛。有时心力旺盛，有时心力萎靡，因为还有烦恼隐藏在心里。所以心境善知识与修波罗蜜的团体是有其必要的。当心力憔悴时，听法师开示，或是见到志同道合的团体在努力修行，以断除烦恼，将使我们心力高昂，能够持续修行下去，终至除尽烦恼诸漏为止。锻炼身心，我们有机会每天证入佛法，如果有做就能够办到，如果不做便自然不行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做或不做，勤劳或懒惰而已。不要向外去祈求别人施舍心力，心力早就存在我们自己体内，并且数量庞大，只要取出来用就可以了，不必节省。因为很奇妙的，心力会越用越多，就好比身体的力气一般。如果只是静静的睡觉，就不会增长力气，但如果不断运动出力，力气就会越来越大。心力也是如此，只要不断的训练，就可以得到源源不绝强大的心力。心力高昂，修行将使心力高昂，能与种种障碍搏斗，不被任何事物所动摇。然而心力是内在产生的力量，不必刻意去制造，要勇于奋斗，不要认为什么是障碍，即使有障碍也是用来跨越磨练心智的。要勇往直前，直捣黄龙，一点也不要担忧路上会有障碍。心力高昂的斗士皆是如此的，之后便能产生无比的力量。我们身在有佛恩作为依靠的时代，能够防护我们度过各种灾难，所以要战胜险阻并没什么困难。修行是心的资粮，我们必须自我教导，持续不断的修行静坐，从不缺席，因为修行静坐是心的资粮，如同我们时刻要呼吸的空气，或是每天要吃的食物一般。修行静坐也能保护我们不受外界有害物的侵犯，也就是能够制造内在的免疫力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感到快乐，笑容总是挂在脸上，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会使我们失去内在的平静与快乐。持续修行，无论生病、晚睡、工作过量，或是有苦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每天都要安排时间闭上眼睛静坐。
如果困了就睡一会儿，酸了就动一动，散乱就张开眼，有问题就去解决。但是绝对不要中断修行静坐，如此之后就必定能够找到问题的出路。所以一定要持续修行静坐。以打坐安顿心。如果我们每天打坐，心将与身体中央点熟悉，与静定的感觉熟悉，那么我们的心便会更加细腻，思想、言语与行为也会更加井然有序及充满效率，使我们总是有好的念头，总是说好话、做好事，即使有刺激五官、挑动人心、随顺流俗的种种事物，透过各种传媒从四面八方来吸引我们向下沉沦，但是我们的心也能坚毅不动。来自宁静的力量。持续修行的结果便是我们将有足够的心力，帮助我们跨越种种障碍，抵抗各种挑动人心的事物。因为每天都有来自宁静的力量，一天也不缺乏，这是每个人都要牢记在心的事啊。真正的勇者，能够战胜内在的人，才可称为真正的勇者。因为真正的战场在体内，而非体外。我们必须与贪、嗔、痴作战。其实，这三者是所有问题的根源。令我们以及这个世界终究只有痛苦和折磨。唯有我们将心静止下来，这个世界才会产生真正的和平与快乐，然后我们才可称为是真正胜利的勇者。以退为进。如果我们肯向后退让一步，一切便会海阔天空，并且也可深获人心。或许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输了，只是放手、微笑和投降，但我们却保有了冷静与弹性，能够允许自己退让。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得胜。为什么不是认输而是得胜呢？又获得了什么？原来我们获得了人心。一旦得到人心之后，其他一切都是小事。深获人心。如果我们忍耐、包容，并且只有行善，最后一定能够赢得人心，这乃是最为正确的方法。如同檀香木用香味回报斧头一般，当锋利的斧头将檀香木劈成两半，
香味却存留在那把斧头上。因此，即使有人对我们不利，我们也要以善行来回报他。到了最后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永久的胜利，也就是人心。当深获人心之后，我们便可赢得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爱与关怀。胜利的标志，在软弱无力、心力退却的时候，就要去瞻仰祖师和老奶奶的纪念堂，因为他们生命中从未出现过灰心丧志，他们是佛法的常胜军，面对任何障碍都不曾有过畏惧。所以这两位前人的纪念堂就如同是胜利的标志，任何人见到都会产生无比的心力，充满佛法军队的坚强斗志，修波罗蜜的路上不会退却或犹豫，就好比天人在战场上见到第四天王的军旗，必然会军心大振，奋力对抗阿修罗军队，不会有任何动摇。